今天上空的云量比昨天少了许多，西半部地区以及外岛地区，渐渐都可以看到阳光了。不过可以看到，东北季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一样是以阴天为主。在明天开始到星期四，至于到星期天这段时间，温度逐渐回升，尤其星期五到星期天这段时间，北部、中南部高温都在30度、31度左右，东半部28、29度，金门、澎湖27、28度。马祖25度是暖和的，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。想要彻底的落实长照。